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易道云的公开课。那么这节课呢，我主要是讲两个东西啊，其实最主要是讲一个东西，就是有个 shift 的这个算法。然后呢，一开始呢，我会去讲一个这个应用的程序啊，有一个追踪的这样的一个玩意儿。然后呢，我再去深入的去讲一下算法里面的一些这个原理啊，当然这个深入呢，我会尽量把它讲简单，我会有这个实例的对比啊，就是通过图像来给大家讲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图像结合代码去讲，而不是单纯的去讲这个代码原理，尽量能够让即使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也能够听懂啊，也能听懂这个算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我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情况啊，一个运行的一个情况。我看看啊，看一下它一个运行的情况啊。好，那么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要追踪的范围，然后确认，确认，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呢，就是我这个东西动的时候啊，那个绿色的点点呢，它也在动啊，我的这个手呢是有点抖动的啊，有点抖动的，有点抖动的，有点抖动的，然后这个东西有时候它还是有点问题，是吧？它有时候跳到那边去了，基本上呢它。但是基本上啊，它是跟着我的这个手在动的啊，我的手拿的不是很稳啊，不是很稳，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子的，它会一直去追踪我们的这个模块啊，那个人脸的这个模块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演示，这个演示看完以后大家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演示就是说这个代码的这个功能有没有问题？就是追踪这一块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同学，你可以帮我刷个鲜花啊，帮我刷个鲜花。如果有问题的同学呢，你可以去，给我去，就是说你就可以发表你的问题都可以啊。就是我先说一下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这玩意儿是干啥的呢？就是说有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就是整个人工智能体系当中的一个最基础的应用啊。OpenCV 库啊，我这儿写的。这么大个 OpenCV 啊，这么大个 OpenCV，用的什么库？就 OpenCV 库嘛。这实际上是人工智能里面最基础的一个应用，一般是用在什么呢？就是说你还要结合这个更高级的一些算法啊，包括这个神经网络，包括这个卷积的神经网络，循环剪接的神经网络，就是你要结合不同的神经网络去用它。这个玩意儿就是用来去追踪的。那追踪以后呢，锁定了这个目标，然后呢，再把它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再丢到后台的数据库里面去。就是一般它是这样子，就是前面是最前面，就是我们这个追踪模块啊，追踪模块呢，它会接这个摄像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camera 啊，就是 camera。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正儿八经的，就是说你去看这个视频，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车牌，啊，就是这个车牌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些项目的话，OpenCV 全栈里面有吗？就这些项目是作为后面项目课去用的啊，全栈课里面是作为一个基础和这个进阶的设计知识。这些课到时候会丢到那个项目当中去。会丢到项目当中去讲，当然就是讲的时候可能不会像公开课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会结合一些应用去讲，因为我们是还有另外一个车牌识别的一个程序啊，还有一个车牌识别的程序，这个东西就是正儿八经的，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我像比如说像一些车是吧，像一些车，那么呢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特征的，像一般在交管局那边的话啊。它是你每个车你在上车牌的时候，你是要提交一张照片的，就是你这个车的一个外形的一个照片，然后你还有个人的身份证什么的，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啊，它会提交一个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选定这个车，选定这个车以后呢，
啊，选定这个车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摄像头进去，那么就是最前端，就是说我会追踪这个车，那么我们会程序当中会有一个模块去追踪到这个车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会跟着这个车跑，然后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儿是吧？你的车呢可能是这样子跑，也可能呢是这样子跑，它会根据你这个车的特征呢去追踪你这个车的运动。追踪完车的运动以后呢，然后再丢到后面呢去进行这个 AI 这一块的正儿八经的 AI 啊，正儿八经的 AI 这一块还只能叫图像处理。我们今天展示的是一个图像处理啊，然后 AI 它会去识别，这个时候它首先会圈定这个车牌的框子啊，把车牌这块给你抠下来，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识别，比如说你这个车牌号到底是多少啊，车牌号到底是多少。然后这里面后面就是说剩下的就是一些应用了啊，就是一些应用，像比如说现在的话，大家如果有心的话，你会发现关于这个汽车套牌的新闻呢是越来越少。大概在7、8年前的话，汽车套牌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车我挂的不是我的牌，我随便去搞了一个别人的牌啊，也是一样的，跟真牌几乎没什么区别。然后呢，我就挂上这个牌，然后我就开始跑，啊，我就开始跑。但是现在的这些东西，公安部的这些玩意儿，交通部的这些玩意儿，十字路口的摄像头基本上都是接了 AI 的，都是接了 AI，就是有一个叫做智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智慧城市的这样一个项目，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去搜一下啊，智慧城市，这是中国现在搞得比较好的，也是基本上世界领先的吧，除了美国。就是中国啊，美国因为那一块那个，就是那个隐私这一块的问题吧，他们的推进不是很快。这边因为没有什么隐私问题，这一块的障碍比较少，所以这一块的数据呢，就是公安部他去采，还有交通部他去采的时候，他这个东西没啥限制啊，就直接给你整。所以像这些东西，你一旦搞下来以后，这个车牌搞了，然后再把你这个车子的外观。啊，一搞，然后它就会和后台数据库一比对，啊，一比对以后发现你不一样，直接你就暴露了啊，你就基本上你就像是黑夜当中的萤火虫，你如果套牌的话啊，黑夜当中的萤火虫，你从哪里到哪里，而且这个东西呢，系统的话呢都是自动给你去记录的啊，甚至可能就是说会对于就是说你这种行为如果很严重的话啊，经常这么干。那么直接就会有人啊把你设卡，直接给你干下来啊，直接从路上给你干下来。所以现在关于套牌的这一块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少了啊。现在一般就是在搞的话，就是在车牌上去装东西啊，让摄像头看不清这个车牌啊。这种倒还是有，但是这种呢，你肉眼看的时候，车牌还是很正常，交警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个机器它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是一片光亮啊，就把这个车牌给遮挡住了。然后它这个机器在识别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啊，不会把它当成车牌。无牌这个东西也是，就是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无牌这个东西太明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车牌的那个地方完全不对头，啊，你整个这个车的特征搞上去以后，你车的特征应该有车牌的那个地方没车牌，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看的。但是最麻烦的是临时车牌，知道吧？现在最麻烦的是临时车牌。一般不是找到无牌就直接就是报交警了。你在哪条路上跑？你别上高速，高速你肯定是不能上的。然后你不要上主干道，城市的主干道它有交警的，直接两头一堵你就被逮到了。你想都不要想，啊，怎么找人根本不需要找人，因为你就是个无牌，无牌交警在路上一堵是吧？哪个方向两头一堵，你根本跑不掉。哎，无牌的话现在其实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不多，但还是有一些这种。农用车啊，它是这样子。那么这是这个整个这个架构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啊，代码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玩意儿呢，就是去进行这个视频，就是要用操控摄像头的。说白了，就是操控摄像头。摄像头的操控呢，就是打开。就是打开第一个摄像头，因为我这个机器只有一个摄像头，所以打开第一个。如果你有两个或者多个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值往上加，啊，就可以打开后面的摄像头。有的机器的话呢，可能会有十几个都有可能，啊，因为有些远程摄像头连上来。然后呢，这里是创建窗口，就是说有一个输入窗口。
啊，输入窗口搞了以后，我在这个摄像头里面读取一个帧，啊，读取一个帧，读取一个帧干什么？就是第一帧我要用来选择一个东西，就是我要跟踪哪一块东西，我要跟踪哪个目标，是吧？我要跟踪哪个目标，那么我就要把它呢画一个方框框啊，就是这个东西把它搞上去，画一个方框框以后，把它改成一个 rect，啊，方便我后面操作。那么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的话呢是一个 double 的啊，double 字。然后我把它改成一个 int 字，这样子的话呢，我后面就好用。好用以后呢，那么这里面就来了，这里面剩下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这个后面会用到的啊，这个参数，就是一些描述特征的一些描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条件啊，条件的话有两种，一种的话呢是迭代达到次数啊，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一种呢，就是精度啊，精度低于一定的精度，然后这个是达到一定精度，那么这个精度呢是选的这个0.1，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用的这个算法呢叫做平均值的这个算法啊，平均值的一个算法，关于什么是这个东西，我稍后会去讲啊，大家不要着急。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些参数，然后我就开始不停的从这个摄像机里面读这个帧，啊，读了帧以后呢，把它转成这个，因为摄像头里面它是一个 BGR 的格式啊，要把它转成这个 HSV 的一个格式，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摄像头数据转一个图片数据，啊，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然后呢，进行一个处理，二次化的一个处理，啊，一些东西呢就是一些颜色，在这个颜色范围内的保留，其他的就干掉。好，处理完了以后呢，然后这边呢也是对这个图像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处理，把它呢改成一个，混合这个通道啊，HSV 的这样的一个格式。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啊，BGR 和 RGB 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顺序不一样，就是第一个是 blue，第二个是 green，第三个是red。啊，就是红，就是蓝绿红，然后我们一般呢是红绿蓝啊，就是 RGB 倒过来，就是这个顺序和这个摄像头的顺序是有点相反的。HSV 呢是一个什么色调饱和度，还有一个什么色度吧，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几个值。这个玩意儿是这个以前老式的啊电视机里面会搞这么个玩意儿啊，会搞这么个玩意儿。然后这个玩意儿就搞好，其实说白了就是进行一个图片的一个处理。处理好了以后，我后面好去算这个直方图，啊，算这个直方图。算了这个直方图以后呢，然后呢，我们要去拿一个算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直方图的一些值，包括这个 bins 和这个 hrange，这都是后面我们要去用的。好，这个 bins 的话呢，就是算一个方块。算一个方块出来，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这个颜色进行一个改换，这里要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 叫做 HSV 的这样一种格式啊，要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就是说白了，上面都是一系列都是处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算它的一个反投影。就是找到它投到我这个图片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当前这个帧上的一个位置，然后搞完以后，这些东西搞完以后就要干什么呢？就要开始进行这个，就是这个图片追踪了啊，就是图片追踪。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是我们选择的框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通过上面一系列这个东西计算以后得到的一个图片。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去查找，就是我们选出来的那个特征图片，在新的这个图片当中它的一个位置啊，新的图片当中的一个位置。然后注意啊，这个是个输入，也是个输出，是个输入，也是个输出。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操作参数啊，操作参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吧？你满足哪些条件？然后呢，这个一执行完，它就会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玩意儿画到这个帧上面去啊，就是找出来的这个特征范围，把它画到帧上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中心点算出来呢，放到这个轨迹上去啊。最后我们要绘制这个轨迹，
位置轨迹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个帧再重新显示出来，这就是一整套流程。好，这个流程大家清楚了没？这一套流程大家清楚了没？流程其实是很简单的，流程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首先选择从这个第一帧上面去选择一个方框框出来，把它作为特征图，把它作为特征图。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新的帧上面把原来特征图的那一块地方呢，把它抠掉。抠掉以后呢，然后拿这个剩余的这个图片，然后去找这个新的特征，找这个新的特征，找到它的这个位置，找到位置以后画一个方框框，把它画出来，中心点给它弄到这个轨迹上去，弄到这个轨迹上去，然后呢，这个轨迹呢再一条条的把它画出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刚才你说风雨同舟说不清楚，再来一遍，就是我刚才又讲了一遍，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啊。背景是可以变的啊，背景是可以变，但是你不要变得太厉害，你不要变得太厉害就行了。你不要变得太厉害，然后这个东西呢，你不要跑得太快。你不要跑得太快，然后，你不要跑得太快，然后你是可以倾斜的，你是可以倾斜的，知道吗？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倾斜的，比如说这样子，比如说你看到我这个东西没？你是可以倾斜的，看见没？就是，但是你别倾得太狠了，倾得太狠了也不行，倾得太狠了也不行，然后这个就已经这个就已经脱胶了，刚才就脱离焦距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就跟着我这个东西跑，你可以看到它跟着这个小太阳的这个脸，无论我怎么样去旋转它，是吧？好像已经脱胶了，搞得刚才有一点没拉稳啊。这个东西无论我怎么旋转它，它就跟着跑。背景的话，一般其实变化不会太大，背景不会变化太大的，因为不论你在这个十字路口还是在什么地方。不论你在哪个地方，它这个背景的话肯定是都不会变的。你背景变得太厉害，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去完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你如果背景是随机在变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可能变的这个东西出现一些特征值和你这个要识别的东西是一致的，都有可能。经常会出现 OpenCV，对，OpenCV。不要怀疑啊，不要怀疑是 OpenCV 的啊，这个就正儿八经的 OpenCV，这个库我都写在这儿了，本来这个东西应该放到设置里面去的啊，我这儿都写在这儿，这是标准的 OpenCV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做追踪的啊，这个是做追踪的，这个是 min shift 啊，min shift 这样的一个东西。好，然后呢，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流程。那么除了这个算法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camel shift。camel shift，它们是属于一类的啊，一类算法，一类算法。这一类算法呢，就是，这个要更进一步啊，这个会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再来运行一下啊，再来运行一下。那个一盘下的迅雷下载，那个是因为我这个 OpenCV 是我自己编译的啊，是我自己编译的，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我的那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它追踪的更稳定一些，是吧？然后我这个速度可以更快一点，这就是对刚才那个东西的一个优化啊，它就进一步的去优化了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你看这样的这个就比较溜一点，是吧？但是他就是始终对着那个玩意儿的那个脸啊，那个娃娃的脸。然后这个东西呢，我写一个什么呢？我可以基本上可以用这个东西，不对，我发现这个东西和我镜像是个反的啊，这摄像头是个镜像是个反的。你看它这个脱胶的情况就比较少，对吧？不像我们刚才那个 min 的那个东西。不像刚才那个 min 的那个东西，它这个脱胶的情况就比较少啊。这个东西就画成这个样子。好，专利期保护过了是吧？我这个已经是比较新的，4.2点，
4.20 的啊，这个我感觉应该是比较新的了，再新我也不清楚啊，因为像有些东西用的时候其实挺麻烦的。以前二点几的版本，这个微信追踪什么意思啊？看视力都不太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一张图片，假如说一个视频当中，或者是一个图片当中，你选定一个特征图片，它就会追踪你这个特征图片。啊，你这个特征图片运行到哪里，它就追踪到哪里，然后支持一定的旋转，就是你水平旋转，啊，水平旋转，或者是这个稍微带点倾斜角，就是 3D 的旋转，啊，只要你那一面这个摄像头或者说这个图片。还在这个图片的范围内，啊，这个东西呢，它都可以去追踪，然后报告这个东西的位置。比如说这个游戏当中，你可能想追踪一些小兵，啊，或者是这个，因为有的人他做这个脚本的时候啊，你可以去追踪游戏当中的一些小兵，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像，你去追踪一些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些东西可能要出来的时候。你人不一定反应得急，但是机器呢，如果你性能好，它是可以反应过来的。啊，比如说有个什么大 boss，或者有个什么奖励啊出现了，有一些这种打飞机的游戏里面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当它一出现的时候，你的程序呢可以去报警，啊，就是说给你一个提示，或者是怎么样。比如说你不一定你个人你自己的人不一定能看得到。然后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缩略图上面的一些特点，是吧？就这个东西，游戏用这个性能会不会跟不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你担心性能问题的话，你可以放在两台机器上，通过视频采集卡，把这个图像输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另外一台机器呢，你去跑这个玩意儿。按道理来讲，这个东西这个算法对这个东西消耗，对 CPU 消耗应该不大。我们来看一下我也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吧？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东西啊，稍等一下，等这个 CPU 呢稍微稳定一点啊，因为刚开这个任务管理器的时候它会标一下，不过我感觉我这个调试好像也不一定能测出来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啊，看一下这个东西啊。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是怎么一回事儿？OK，然后这里的话，这个性能的话，好像还好，10%几吧，因为一开始是60%几嘛，啊，60%几，然后好像有点脱了啊，有点脱离焦距了，我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没拿稳，还是怎么回事？啊，有点，现在有点脱离我这个焦距了啊，现在又识别回来了，好，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还有点脱离那个焦距了啊。哎，现在好像有点不稳定啊，大概10%几的 CPU 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好啊，对整个这个机器的影响的话还好10%几20%几，对，20%，因为我这是个笔记本嘛，CPU 的话就是个 i7 770。标压的这样一个 CPU，谈不上特别好，就中等性能吧。按照现在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啊，应该算是个中等性能。如果你是要搞大型游戏的话，你肯定 CPU 的性能要搞上去嘛。120%应该还行啊，应该还扛得住。只要你帧数不开满帧120帧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啊，这个东西人脸追踪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汽车追踪，然后人物追踪、角色追踪，然后有一些情况呢是属于有些游戏它是 3D 的，啊，它是 3D 的，3D 的话呢，你用 2D 去进行一个匹配搜索呢，它不一定行啊，它不一定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用这种啊，考虑用这种追踪的这种方式啊，camera 的 shift 的这种追踪方式，那么这种追踪方式呢，它会。要靠谱一点啊，这样子你有一些脚本的话就可以跑起来，啊，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整体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流程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我看看有个同学说，
四历，风雨同舟。那个四历，你现在看明白了没？就是这个玩意儿，四历，你看明白了没？啊，风雨同舟还在吗？四历，你看明白了没？然后不在了是吧？哎，没看到。好，先不管它。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好，这是这个玩意儿的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展示哈。那么下面这个地方呢，我就要去展示，就是讲一下算法了啊。就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这个东西是吧？得搞清楚嘛。这里的话，我得把这里替换掉啊，把这里给替换掉，然后呢，把这里也给替换掉。就是我们下面就讲一下原理啊，稍等片刻。算法太多，真心弄不明白就讲嘛，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呀。这玩意儿你自己看代码就看明白了的话，那些 OpenCV 的书，作者靠啥吃饭呢？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有人明白，有人不明白。你想明白，就是要么你花钱买书，要么你花钱买课，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我是不是还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没加上去啊？VC 加加，这里加了。我记得这里应该是编译过的。哦，我知道了。这个地方啊，然后四啊，把这个要忽略掉啊。这个代码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大家要求的话是可以加的呀，我会把它加到项目课里面去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展了一些这个整个这个链条上，因为我是想把它一条链条讲下来，一条链条讲下来，所以现在在展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东西你得慢慢做，你也没办法去弄，然后好多东西都得做。OpenCV 这一块的东西的话，书籍真的是不好推荐。拿一个东西。OpenCV 这一块的书籍真的不好推荐，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也跟你们讲一下，OpenCV 最麻烦的就是 OpenCV 这个玩意儿，它的每个版本之间差距很大。你比如说 OpenCV 2、OpenCV 3、OpenCV 4，啊，就是我是讲大版本啊，这个中间差距的很大，而且这个东西还比较坑爹的，就是说它经常会改这个目录之间的这个结构。然后呢，而且它会根据这个东西动态的删减或者是添加内容，啊，这个是最恶心的。所以有些东西你看书它能编译过，你自己编译它不一定能编译过，啊，你就感觉很尴尬，是吧？然后有些老版本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下，啊，不知道怎么去安装，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比较麻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课暂时目前是没有就是全面铺开的这个原因。因为你如果讲深了的话，一旦涉及到一些这种特殊的一些地方，就是深入的一些地方，就完全就变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机器学习，其实早期的版本它是有这个机器学习的库的，后面它因为一些原因，它又把它简化或者删除或者移动了，然后导致这个东西去弄。然后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说实话，我自己感觉我都没有一个，我自己学的时候我是没有一个，因为我纯粹是因为什么？我纯粹是因为接触的早，我从1.0开始接触的，写代码写20几年，所以接触的太早了，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有点不适应。当它出现有点不适应的时候，我前后版本跨度的话，我还是能够通过以前的知识迁移去学习，但是如果是跨度太大了的话，我也没辙，是吧？我也这个真没辙。然后那些书的话呢，而且后面像现在，比如说 OpenCV 在图形图像这一块，它会分为两块啊，一块就是图形图像处理这一块，
还有一块是这个图形图像渲染那一块，像渲染那一块的东西，到了现在的话，很多都是靠那个这种就是相当于是个脚本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脚本一样的东西去渲染它了，就不再要求你写代码。很多以前的东西都是写代码去弄的。好，这个东西我编译过了啊，编译过了，编译过了以后，而且这个东西你讲的时候挺麻烦的，你得结合好几个版本讲。你比如像我现在这个讲的就是2.4.9。啊，这是一个好老的一个，就是二，是把大版本二的这个版本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讲 OpenCV 二这个头文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啊，就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包括后面的四什么的也是 OpenCV 二这个大这个头文件，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它还保留了原来的 OpenCV 一啊，你看 OpenCV 四的时候，它基本上把一那个玩意全删了，就只保留了二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比 Python 的那个跨度还大，更难受啊，更难受。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代码是个什么代码啊。首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读一个 test 啊，读一个 test 的这个图片，我把它读进来。读进来以后呢，然后把它灰度化啊，灰度化，然后用一个高斯的一个东西进高斯算法呢，然后来进行一个模糊啊，把它模糊掉。然后是7×7的一个这个格子去进行一个模糊，然后模糊两次啊，模糊两次，模糊两次以后算它们的差值，图像的一个差值，啊，这个地方的差值不是一个简单的减法啊，它是一个这个图形图像上面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差值的一个意思，啊，矩阵差值的一个意思，矩阵差值的话呢，算出来以后，然后呢再把它归一化，什么叫归一化？就是说，就是。把它分成两个值，你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啊，这样子呢方便我们去查看哪些地方有差值，然后再把它输出啊，这是前面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呢，我先把它注释啊，先把它注释，然后我们到时候呢，我再把前面展示了以后呢，我再给你们看后面的啊，看后面的。啊，再给你们看后面的。好，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这和前面的那些东西是有关联的啊，有关联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好，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做一个这种图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摄像头拍下来的，一般都是彩色的啊，就像第一张这个图片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会把它进行灰度啊，灰度以后，然后进行一个高斯的模糊。什么叫高斯模糊？这里面首先我们讲一个，就是说高斯的这样一个算法啊，高斯算法，在这个就是统计学里面啊，有一个高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高斯的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高斯分布啊，这个东西的话呢，有的同学可能知道，有的同学不知道，不知道你也没关系啊。它大概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有点像是正态分布。啊，但是和正态分布又有点区别啊，两个之间呢有关联，它们都是其实都属于这种随机分布的这样一种，高斯分布和正态分布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我展示的是一个类似于一个高斯分布的一个东西啊，当然你就看个意思就行了啊，不要挑我的这个刺啊，因为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实际这个东西呢，可能会更尖一点啊，更尖一点，我就大概是这么画一下，就是个高斯分布。高斯分布以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个上面就是每一个上面都会有一个值啊，有一个值。那么你把这个最高点呢设为一，然后这下面呢就是零点几、零点几、零点几、零点几，是吧？然后当我这个地方，我们这前面不是有一个参数7×7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格子啊，那这个格子呢就是一个7×7的一个格子。啊，7×7的格子，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奇数的，3×3、5×5、7×7、9×9啊，你不要搞偶数的啊，偶数的话呢，这个高斯你这个地方就对不上号了啊，你就对不上号了，知道吧？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格子，那么这个最中心的地方呢，就是对应的这个最高点啊。注意，这个二维图像的高斯的这个分布呢，它其实是个三维的这个东西啊，是个三维的一个玩意儿，是这么个东西啊。就是它这里实际上呢是一个三维的这么个玩意儿啊，三维的这个么个玩意儿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示意图画的清不清楚啊，我这属于灵魂画手啊，灵魂画手，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清不清楚，就是
二维上它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想想看啊，这个东西它在这儿围着这个轴转一下啊，转一下，转一下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当于是个金钟罩一样的这么个玩意儿啊。当然实际上它这个分布的话是把底面啊整个这个底面给铺满了啊，对，小山坡啊，就相当于是个小山坡，有个凸点是吧？有个小小凸点啊，有点抽象对吧？好，那么这个地方假如说最高点我把它设为一。那么这个点的权重，我们就把它假如说叫一，然后其他点呢，其他点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们有一个权重值，权重值最后全部把它集中到这个点上去，比如这个点，我们按照这个权重值，然后取就是变成灰度图以后是吧？灰度图的话呢，它就是0到255对吧？然后取上这样的一个值，然后呢就合并到这个点上去，啊，注意啊，它这个高斯变化的时候，它是这个左上角，它也可以搞的，只是说这边如果没有点的话，它就不算，啊，不算就不管它，就 pass 掉它，然后把这些所有这些点按照高斯分布把它集中到这个地方来，形成一个点。那这个点呢是亮还是暗，就由周围的七乘七的，就周围的七乘七的这个格子来算啊，格子来算。其实七的话对应的话，两边就是多少？两边就是三啊，七的话两边就是三，313啊。如果是三的话呢，就是111；五的话呢，就是212；啊，五就是212。然后你还可以大，反正你越大的话呢，那个高斯就铺得越宽啊，越宽。好，那么就是你首先算算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算出来以后呢，得到一个新的点，然后把这些点重新填回到这个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个玩意儿啊，就得到了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就是高斯模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好，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玩意儿呢，再去得到第二张图，就是在这个图上再模糊一次，啊，就得到第二张图。这两张图肯定是有差异的，然后我们得到了它的差异，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异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图上面的一些特征啊，这个特征是不受颜色控制的啊，是不受颜色控制的。它是把这个图像里面的轮廓全部展示了出来。好，那么从这里到这个地方，啊，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地方的一个东西，大家理解了没？啊，理解了没？啊，如果理解的同学给我刷朵鲜花，如果没理解的同学，你可以发你的问题啊，发表你的问题。啊，我这稍微等一下，我顺便喝口水。啊，对，有点像那个抠边。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什么呢？把一个图像，就是把它那种线条化啊，线条化。其实线条化它就是用的这种算法，线条化就是用的这种算法。你可以看到这个算法和这个算法是非常那个的。好，那么好，我看到有些同学他是 OK 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的，你可以继续留言啊，留言。好，那么把这个东西先搞定了。好，搞定以后，那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还要去算它的一个特征值啊，特征值，就是我现在把它的轮廓已经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算出轮廓来了，对吧？啊，轮廓现在已经出来了。轮廓的话呢，它已经抛掉了这个颜色，抛弃了颜色。啊，抛弃了颜色，但是这个时候呢，颜色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有这么一条线是吧？就是假如说是个轮廓线，那这个东西呢，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比如说我把这个图进行一个缩小，啊，进行一个缩小。或者是我把这个图进行一个旋转啊，旋转，我这样子去弄，是吧？假如说啊，这个我当然是个灵魂画手了，这个画的和这个可能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就行，啊，就不要纠结这个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缩小，对吧？这个东西呢是旋转，那么这些图形不管你是缩小还是旋转，一定是有某些东西不变的，因为我们人眼可以看出来它们是相似的，对吧？你人眼是可以看出来相似，那什么东西不变？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我们通过前面的高斯算法呢，我们得到了它的一些轮廓。
实际上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在这个轮廓上面呢得到一些特征，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拐点，它是整个这条弧线的一个拐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整个弧线的起点啊，整个弧线的一个起点，然后这里呢我们假设它也是一个拐点，啊，这里也可以假设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拐点，好，拐点以后，当你缩小的时候，其实你也有个起点，你也有拐点，啊，你也有起点，你也有拐点。啊，你也有这样的一些点。当你旋转的时候呢，啊，这几个点呢，它还是在，啊，还是在，只是换了位置。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东西了啊。有同学，我觉得，还是挺活跃的啊。首先，第一个相似图形，相似图形是的，就是说它们是个相似。那怎么样说它相似？那个阿拉杜他说了，矩阵，对吧？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这个特征啊，这个特征值，这个特征值它构成了一个数组啊，构成了一个数组，构成一个数组。那么这个数组的话，假如说这个数组和这个数组啊，这个数组和这个数组，它们的这构成的这个特征值的这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或者说呢，通过一个系数变换，比如说我把这个特征数组。变换乘以一个系数 k，啊，乘以一个系数 k，它就可以变换成下面一个数组。这两个中间，它们有一个系数变换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可以认为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匹配的，对不对？它们是匹配的。那么这个和这个呢？如果是这个地方这个所有的特征值，我进行一个角度变换，角度变换，它可以从这个特征值变成这个特征数组。啊，这一两个这些操作都是矩阵操作啊，矩阵操作的话呢，你如果有这个显卡的话，是很快的，啊，是比较快的。如果点不是太多的话啊，不是太多的话，应该是比较快的。好，那如果乘以一个角度，它能够匹配上，那么我们就认为呢，这两个东西它是一致的，或者说，所有的特征值，比如说我这个特征值和这个特征值相除。这个和这个相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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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得到的这个角度值是近似一致的，啊，误差，比如说在0.005啊之类，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呢，我们相除以后，假如说我得到一个1.05是吧，然后这个相除呢就得到1.04，啊，为什么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实际的这个值它肯定是有偏差的。一定会有偏差，因为你在三维的世界当中呢，它除了这个水平旋转以外呢，它还有一个 y 轴的 z 轴的旋转，啊，z 轴的旋转呢会影响到这个东西，你是有点偏差，对吧？然后你这里呢可能得到的是1.03，然后这里呢是得到的1.06，啊1.06，这里呢你得到一个1.02，是吧？然后和最开始的这个1.05呢都在0.05的这个范围内。好，我们认为它是一致的，那我就认为它这个东西呢是个旋转，所以我也可以得出来，是吧？像这个东西的话呢，你们相除基本上都是1.0啊，基本上都是1.0了。但是呢，就是你们在这个相进行一个减法的时候，是吧？进行一个减法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东西它进行一个减法的时候，那么它有一个就是像一般来讲，我们讲一个线啊，就是 kx 加 c 啊，这个是初中知识，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啊，这个线条的这个坐标函数啊，这个东西大家没问题吧？啊，我先问一下啊，我确认一下在座的没有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吧？我看一下啊，如果有问题的，你就说一下啊，我就跟你讲一下，没问题的话我就不说了啊。这里面就是有一个 k 这个东西就是个角度，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偏移。啊，那么这有个线性方程，线性方程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一样，把这些点带进去，啊，他们进行一个计算，那么最后呢，你能算出来这个东西呢，就是这边就是 k 在变化，这边呢就是 c 在这个德尔塔就是水平平移在变化，是吧？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相似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以得出来它们的相似性，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能听得懂吧？能听得懂吧？能听得懂的同学给我送朵鲜花，我看一下啊。OK，好，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就是我如果能找到这些关键点，
那么我通过这个关键点的比较，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关键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点。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我们可以算出它的关键点。啊，这里有五颜六色的这个圈圈，每一个圈圈呢都是它的关键点，就是被这个计算机认为这个玩意儿呢是关键的一个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用的什么算法呢？就是这个Shift 的算法。这个算法呢被申请了专利，所以后面给移除了。目前我还没看到恢复的版本啊，都是要用老的版本。到期的话，我估计可能再过几年，也许有恢复的版本吧。好，那么就是用这个玩意儿去进行计算的。那么它是怎么算关键点的呢？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这几个步骤啊，这几个步骤，首先是把它灰度化啊。如果是新版本恢复，我到时候去看一看啊，我到时候去看一看。首先是把它恢复，灰度化啊，灰度化，灰度，然后进行一个轮廓的这个，就是通过恢复以后，然后得到它的轮廓。啊，通过轮廓的这些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这个地方打了一个点，看见没？这个地方打了一个点，为什么这个地方打点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尖角，看见没？我把鼠标拿开一点啊，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尖角的啊，它是有个尖角的，所以它这里你看在这个地方有个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有个尖角的啊，有个尖角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就属于特征点，它实际上通过这些尖角这个线条的这个起始值啊，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短短的线是吧？这里也有个短短的线，它其实是几个点合在一起了，就有个起始值，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值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描述这个线啊。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我就得到一个特征矩阵啊，所有的这些点全部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矩阵。有的同学说我不知道矩阵是什么东西，你不用管它，你就当成一个数组，啊，就当成一个数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数组，啊，算出来这样一个数组，算出来这样一个数组。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摆在这儿。然后呢，我把这个特征的这个东西我算出来以后，然后呢，比如说我要追踪这个图片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假如说又来一张新的图片啊，又来一张新的图片，然后也是一样，把它算出这个特征值，算出特征值，算出特征值，这个时候算出来的特征值呢，假如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比如说是一个更大的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啊，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这个里面，然后我在这里面算出来一系列的特征值是吧？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图片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啊，它从这里运动到这里来了。那么在这一张图呢，我算出来特征值在这儿，然后我这个地方呢，我也算出来一个特征值啊，特征数组或者叫特征矩阵，或者叫一般来讲，我们会把这种东西叫做特征向量的一个向量空间啊等等这样一些，反正随便怎么扯淡也好吧，反正就是这些特征点啊，就特这些特征点，我算出来这个叫特征点一，这个叫特征点二。好，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我算出来的时候呢，还包括这里的，就是这个整个大背景的一些特征点，是吧？整个这个大背景的一些特征点。好，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在大背景的这个特征点当中找到这个一的这个特征点，啊，就说白了就是在一堆数组里面找到一个子集。找到一个子集，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呢，就要容易多了，对吧？这比你在图片去比对呢，效率要高很多。因为第一个特征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相对于这个图片来讲啊，相对于这个图片来讲，这个特征点的这个数量就极大的减小了。啊，这一个图片的话，应该是有几百乘几百的一个样子吧？啊，至少是以万为单位的啊，至少是以万为单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特征点呢，最多也就是百为单位的，是吧？以百为单位的，这个中间就差了100倍，对不对？差了100倍，所以你在一个缩小100倍的这个空间当中去找一个子集，要比你在整个这个图片里面直接去找呢要快，这是一个。第二个，准确度要更高，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发生旋转，可能发生这个偏移，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扭曲啊，有一些扭曲的东西，就是因为我
x、y、z，我可能在 z 轴上有一些扭曲。那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扭曲的基础上呢，它也是一样。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呢进行一个匹配。匹配的时候肯定是有个误差的啊，有个误差。然后我们允许误差在一定范围内啊，允许误差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就可以认为是找到了。那这个时候呢，计算机就在这里呢给你圈个圈，然后在这里呢把这个中心点给它标记一下。好，等你这个东西移到这里来的时候，是吧？移到这里来，当你从这儿的时候，是吧？我又去匹配啊，又去算一个这个东西，又到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玩意儿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一个追踪，形成了一个追踪。好，这个追踪的原理大家清楚了没？追踪的原理大家清楚了没？我不知道这样子讲能不能听得清楚啊？如果有没听清楚的同学呢，你可以提问，真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说，就是不要害怕提问啊！你不提问的话，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通过这个玩意儿呢，因为不懂，所以问不出来。不懂你可以从最基本的不懂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提问，都没有关系的啊。就是，反正这节课呢还有差不多9点半吧，还有差不多40分钟呢。好，基本上到这儿，整个这个算法呢就，基本上是出来了啊，就整个这个算法就基本上就出来了。那么这个玩意儿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就是整体的这个玩意儿，整体的这个玩意儿。然后我这下面呢再。这些都有函数，就是调用，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OpenCV 库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都帮你搞好了呀，都帮你搞好了呀。就是这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嘛，基本上都有啊，基本上都有。就是我在这里调的这个 camel，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就 camel shift 的，它就是干了我刚才在这儿算法解释里面说的那一大堆的东西。啊，就是我刚才口干舌燥讲的那一大堆东西，其实就是这一个函数里面给搞了。你可以把它分解出来，它每一个子函数它都可以，你可以手动去搞，啊，手动去搞，就像我刚才这个算法解释一样，里面是吧？搞一张图片，你算进行一个高斯的一个处理，啊，高斯的处理，高斯处理以后呢，然后你得到一个轮廓，啊，两次高斯处理以后，你可以得到一个轮廓，轮廓以后算出这个特征值。啊，算出特征值以后呢，然后你可以进行一个特征值的一个匹配，特征值的一个匹配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得到一个位置，得到一个坐标嘛。特征值匹配以后，匹配成功了，那么你会得到一个图标，然后你得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可以在原来的这个图里面把这个东西给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就是我最开始在这儿演示的时候那个轨迹的跟踪，是吧？当你这个图像发生移动的时候。啊，当你这个图像发生移动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一系列东西通过这一转，这个东西也跟着这个变化了啊，也跟着变化了。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轨迹过去啊，然后就是不停的跟着那个玩意儿在走啊，跟着这个玩意儿去走。那么你如果是直接用，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直接用啊。你想听原理，就是这个地方的原理啊，这就是原理。这个地方呢就是直接用。啊，这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玩意儿。整体来讲呢，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些什么卡片。哦，这个卡片是小了一点，我也不晓得。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跑一跑吧。就是原来的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我把它跑一跑。然后这里面我稍微说一下这个项目的这个情况啊，项目的这个情况。这里有一堆249的这个玩意儿啊，249的这个玩意儿，249的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到 OpenCV 官网去下。你如果需要的话呢，我到时候把这个项目打包啊，打包发出来也可以啊，你可以去官网去下，你就到时候我也可以把这个玩意儿打个包也行。都没啥问题啊，都没啥问题。然后呢，这个地方还要一个 VS 2013的这个库啊，发可以啊，可以发，可以发。
啊，小玉，你来了是吧？你什么时候来的？前面听到没？前面听到没？啊，前面听了半节课是吧？就是后面我就正好是后半节课，我正好是讲那个算法的解释啊。你那个算法那一块，就是你，手机静音，尴尬了是吧？没事儿，我有录播啊。你回头的话呢，找那个小贝呢去要那个录播。这个课程就是给你讲的。你上次给我留言了，说要讲这个算法。我先讲到这个程度。如果你觉得可以，那我们就到这里。如果呢，你觉得这个东西呢，还不够深入的话，我们回头再去聊。基于这个东西再去聊，然后可以。OpenCV 和 TensorFlow 有啥区别啊？这里面的话呢，我说一下啊。OpenCV 是干什么的？OpenCV 呢，实际上是个开源库，最开始呢就是图形图像处理的。它是正儿八经的纯算法，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玄学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玄学的东西啊。这个 TensorFlow 里面它是有一点玄学的部分啊，有一点玄学的部分，什么东西呢？就是关于那个超参数的设置。现在来讲的话呢，除了大厂以外，或者是除了这个数学专业的人，他可以很明确的给出这些超参数应该怎么设。其实大部分有时候都是有点碰手气啊，有点调的这个过程。然后 TensorFlow 的话呢，一般来讲呢，你是会和我们会和把它和那个什么呢？TensorFlow 啊，TensorFlow。和这个 PyTorch 啊，好像是这个玩意儿吧，还有这个 Cave 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 AI 的框架，他们是框架啊，他们是框架。什么叫框架？其实就跟 OpenCV 是一样的啊，这玩意儿它其实和 OpenCV 是一个等效的。OpenCV 呢，它是图形图像处理，顺带着的后面就进化了，进化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搞了一些视频的这些东西。因为为什么视频的这个里面它是有帧的，每一帧其实就是一个图像啊，每一帧就是一个图像。那么这个玩意儿呢，就是所以这块视频它也可以顺带去处理了。你看我们这里在取这个视频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其实就是在一帧一帧的读，你看这里就是读的时候，我们叫什么？这个东西叫帧，啊，就是个帧图片，就这样把它读下来的哈。然后这边呢，它就提供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聚类，啊，聚类是一个算法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 min shift 这个 min 的这个意思，min 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是怎么着搞的呢？这里面我也稍微说一下啊。就这个玩意儿，就是它是怎么个算法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大图上啊，有一些这个特征值，是吧？这个我们前面讲了，有一些点啊，有一些点，有一些点，有一些点。好，然后我的这个小图上有一个点啊，有一个点，有一点。好，然后呢，我在这里呢，就是全部的在这些点里面我去找，比如说我把这三个点搞下来，是吧？它们之间有一个角度值，有一个偏移值啊，反正就是有个相似度啊。假如说相似度是0.5啊，0.5，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么我就开始移动啊，就开始移动，就往这边移，因为这边还有点嘛。然后就看往这边移，往这边移以后，假如说这个算出来啊，相似度是0.7，哎，又高了一点，对吧？又高了一点。好，然后呢，我就再移的时候，移到这边相似度又差了，又变成了0.6，啊，这个时候这边的点就移完了，然后我就开始往下移，是吧？然后这边就一圈移回来，移回来以后，可能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得到的是0.9，这边的这个值呢是零点，假如说叫0.8啊，0.8，这个呢就是0.6。这个呢就是一个0.7，对吧？这个就是0.5啊。通过这个东西，你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这里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是最高的，
那么我通过这一系列这个东西，我就得出来这个地方相似度是最高的，所以这个地方我把它圈起来，我就是当成最后结果给它返回去，那么就是算一个平均值。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算法啊，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点加进去啊，怎么样把这个点加进去，然后怎么样移动，这就是它这个玩意儿的一个基准，就是有一个平均值，有一个平均值。有一个平均值的一个算法，就是我会把这一点就是加起来去算，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分布图的，有一个分布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0.5、0.6、0.8、0.9，就是越到这个中心点，越到这个相似的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东西呢，它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因为比如说这四个点我去匹配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可能要高一点，就是0.85啊，0.85，因为这三个点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这加了一个点呢，会降低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会形成一个这种分布图啊，就是有一个的路径，这个顺着这个路径呢，这个一定会找到一个最高的啊，最高的相似度的这个地方，一定会找到这个东西的。你不管是从这个图片的哪个地方开始找，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相似度的一个路径啊，把你导向这个最高的地方，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你越靠近这个地方，它就应该是越相似，你可能这个路径不一定是直的啊，它可能是一个大弯的，歪七八竖的啊，扭来扭去的都有可能。但是最后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是最高的，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最高的啊。这个东西能理解吧？能理解吧？这个东西能不能理解？啊，我问一下，能理解的同学打个一，我看一下啊，不能理解你打个二。好。有两个人不能理解是吧？就是我再说一遍啊，这就是再说一遍，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一步步的来啊，前面讲了，就是假如说这张图片我会算很多特征值，对不对？这些特征值就会分布在这个上面啊，这个能不能理解？啊，这个能不能理解？能理解的同学，我们互动频繁一点啊，这个能理解啊，这个能理解。好，那么这些特征值，比如说。我取上，假如说我把这一块，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假如说是十乘十的一个样板图片，啊，我这是十乘十的样板图片，好，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取一个十乘十，我在这里面是不是和它有一个相似度？这个能理解吧？这个能理解，打个二啊，我和这个东西，我在这儿挖一个十乘十，这和它有一个相似度，对吧？这个相似度肯定是比较低的，啊，假如说是0.5，那最高的是什么呢？最高的，假如说这三个点是刚好就是这个图片啊，假如说这三个点是最高的，就是我这个十乘十刚好把这三个点圈进去，它们就是理论值啊，就是0.99，啊，这个地方肯定是最高的，对不对？对的话你打个一啊，对的话就打个一，这个地方理解了就打个一。好，那这个时候。这里是低，这里是高。那么，当我在这个里面去移动这个框框的时候，移动这个框框模板的时候，是吧？比如说，我移动到这个地方来，啊，移动到这个地方来。那么，由于这里引入了，就是这里包含了这个原点的一个特征，啊，包含了这个原图的，包含了一个特征，对不对？然后这里呢？是其他的几个都不是那个特征，那这个地方可能原来这个地方啊，我不说0.5，这里就是0.1吧，好吧，这里就是0.1。那么到这里，因为包含了一个，我可以相似度达到0.2、0.25吧，啊，0.25或者0.33，啊，0.33一个点就是0.33，好，我就可以达到0.33。然后当我往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比如说我包含到两个的时候，那可能就是0.66啊，0.66。然后当我包含到三个的时候，就是0.99啊，就0.99。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框框它是有一个移动路线的。我换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可能有点那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个移动路线，它是这样子在移动的啊。这个路线能不能理解？能理解的同学，你打个三啊！能理解的同学打个三，好，这都理解了啊。那个机器人二十机器人三，二十机器人那个路线的话，对路线，因为这个东西它是由这个相似度来决定的，
对，这个是我移动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是1340，对不对？我拿到这个东西，在这个上面去比较，我一开始肯定是左上角嘛，然后匹配出来是0.1，或者是甚至是可能是0.0。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比如说我这边有个特征值，我就把这个特征值圈进去，然后往这边去移动，对吧？往这边去移动，移动到，比如说我移动，我这样是水平移动，它是0.1，没变。然后垂直移动是吧？垂直往下移动的话，它也是0.1没变。但是我往这个角度移动的时候，它就变了，变成了0.33。那我是不是第一步就是要往这里移动？啊，我移一圈，移一圈以后发现只有这个点可以移动，对吧？只有这个点去移动。然后呢，这对刚才算一周，对，算一周。当然实际上真实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真实的，我这儿要强调一下，我这儿只是。用一个这种比较粗暴、简单，就是我尽量把它简化，因为真实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带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方程，这个东西我去讲的话呢，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吧？我光把那个方程讲完，我就要讲几个小时，可能不是1、2节课能讲得清楚的。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这样理解它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我移动到这儿，这个时候就0.33，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算一圈，移动到这儿可以达到0.66。好，这个时候0.66的话呢，到这儿就可以达到0.99。啊，这个东西一定是可以最终到这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它是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这样一个东西的，啊，存在这样一个东西的。我只要靠近这真正的这三个点，它的这个相似度一定是往上走的。啊，对，就是移动对比达到0.99最高。对它，我一定，我只要靠近它，我的这个相似度一定是上，就是一定是上升的。靠近它，我就一定是上升的。所以一定是存在一个路线可以达到这个东西的。当然，前提是有啊。如果你这里面没有的话，我无论怎么样都是找不到的。那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在前面演示的时候就脱焦了，就这个框框一下跑到左上角，跑到左上角是什么？算出来结果是00。就脱焦了，啊，就脱了焦，就脱离焦距了，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不能移动太快，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算法在去计算的时候，我们那个算法再去计算的时候，比如说我先是取了第一帧，然后我会在第一帧的基础上去取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在第一帧的基础上去取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再在它的周围去找，啊，再在它的周围去找。因为我们在跟踪图像的时候，它的这个帧和帧之间是很快的，1秒钟25帧。理论上讲呢，你不可能跑得太快。理论上讲啊，当然你如果是硬是在这个马路上开火箭，那我肯定是追踪不到你的，就一闪而过了，对不对？我整个这个帧一下你在这儿，瞬间你一下又跑到那边去了，我肯定是追不到的啊，那肯定是追不到的。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对吧？这个地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是不能移动太快。原因是在这儿啊，因为我是以上一个矩形框的这个中心点，然后去找下一个矩形框，所以你移动太快，我就会脱焦啊，所以我又得重新去对焦啊，重新去对焦，就是把这个东西尽量靠近这个摄像头，这样它的特征值就会全部暴露，全部暴露，这个时候它就会重新找到这个模块，然后呢又重新定焦。好，那么现在这个路径，清楚了没？啊，这一块东西清楚了没？啊，机器人这一块，20机器人，还有其他的刚才不懂的同学啊，如果你们清楚了的话，你们就打一个一啊。刚才不懂的同学，好，都清楚了啊，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啊，这个东西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有，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算法，这个东西是个平均值，就是我怎么去移动这个东西呢？我是算平均值的。我是算平均值的，就比如说这上面有好多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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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假如说这个上面就是散了好多点啊，散了好多点，啊，然后这个地方我就会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取平均值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当然就是理论上讲，假如说这个是刚好是那个东西的话，那么这里的平均值就是最高的，因为它相似，就是相似度就改成平均值嘛，这个东西的一个平均值它就是最高的，假如说是1.0。啊，当然，实际上不可能达到1.0，它最多也就是0.999，啊，0.999，可能就是看几个九，看3个9还是4个9，其实意义不大啊。啊，就是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我去首先先去算，就是我
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我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去给你算算一个平均值，得到一个平均值的地图。那这里呢，可能就是0.1啊，0.2啊，这里就是0.3，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值。这个地方呢，就是0.999，这里就是0.7啊，这里就甚至可能是0.8。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就知道哦，这个0.999的这个方块块就是最 OK 的，然后我就把它的这个中心点做一个返回值，然后这个 camel shift 这个东西呢，就是另外一个算法啊，它和这个平均值的东西，它其实是在这个平均值的基础上去改进的，去改进的。它改进它是怎么改进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它拿这个模板，就是我们在取这个模板的时候，它是把这个模板。就是拿进来去弄了啊，就是不像这个算平均值，就是它会拿这个模板去进行一个比较啊，进行一个比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参数，可能会说得更明白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个参数，就是这个参数啊，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的参数，第一个的参数它的迭代次数越高，这个精度越小。啊，这个匹配的是越好。我实际测试的话呢，50次迭代，然后呢，0.1是最好的。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参数，它不是这样子的，就10次迭代，然后你精度能达到5就 OK 了。啊，如果你精度太高的话呢，反而不准。太大的话呢也不好。大概我测试了啊，大概就是10到5，就是这两个参数是就是脱胶是最情况最少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玩意儿实际上你是可以填这个，是可以填小数进去的，知道吧？所以这个五呢也是个大概值，只是我的一个经验值啊，不是个绝对值。两个波浪线有啥问题啊？这个没有啥问题啊，这是智能解析的一个问题，智能解析没有识别到这个东西，因为我这里用了这个 CV，没有用这个前缀，没有用那个前缀，本来应该是 CV select，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编译是可以的啊，它。是直接成功的啊，这个是编译直接成功的，所以不用管它那个波浪线。智能解析有时候对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库是我自定义的这个库，就是这个位置是我自己的，不是这个系统安装的，所以它对这块是有点问题的。好，那么就是，这就是他们两个就参数上就有差异。那么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迭代少，然后精度不需要太高呢？因为它实际上是首先拿了这个模板，就是我们拿的这个模板。去做了一个处理的，就是先拿这个模板去找一次，啊，先拿这个模板去找一次，如果能找到，那就是 OK；如果找不到，它会进行一个迭代，迭代就是说我进行一个高斯的一个处理，啊，我进行一个高斯处理。那么前面我们讲了，我们做高斯处理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是吧？两个高斯图，然后算一个差值，得到一个轮廓，对吧？两个高斯值算一个差值，得到一个轮廓，然后呢，你得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你其实这个玩意儿得到一个特征向量以后呢。得到一个特征向量以后呢，你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放大，或者是缩小的啊，可以进行一个放大和缩小。那么放大或者缩小这个东西，它是要产生一个迭代的。那么最多迭代多少次呢？就是迭代10次，就是说我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我放大或者缩小10次啊，放大和缩小10次。然后这个步长的话呢，就这个精度的话呢是5啊，精度是5。那么前面那个平均值的话呢，它就是。放大缩小多少次呢？就说你可以50次，那个精度呢就更精细，就是0.1啊，0.1，就是一个0.1进行一个放大和缩小。然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拿着这个放大和缩小的再去匹配啊，再去在这个里面去找找那些旋转的，找那些有一定角度的，找一那些有一定偏移的这样一些点。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放大缩小，进行一个处理啊，再拿去找。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迭代啊，这就叫迭代。那么迭代的次数的话呢，它基本上10次就可以定到焦，这个要50次啊。但是这个要求精度更高，这个呢精度更低。如果这个精度低了的话，会定位到别的地方去啊，比如说定位到我的背景上去啊，它会把这个背景当成这个目标啊，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精度定小，这个是平均值的。这个呢就是 camera 的这个方法，它实际上是在这个上面优化了一下，啊，基本上也基础也是用的这个。好，这个呢就是
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跑一下啊，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哦，其他的这个问题啊，我把它再还原回去啊。我们这里是这个系统算法是吧？我再把这个还原回去啊。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刚才，OpenCV 和 TensorFlow 的区别大家清楚了没？啊，OpenCV 和 TensorFlow 的区别清楚了没？啊，好，我再把它还原一下，还原一下，然后呢，把这里也得改一下啊，这个东西又得改回去，因为这个用的是4.2.0的，啊，4.2.0的，可能最新的还不是这个，但是应该是四点几的，把这里给改回去，一个纯算法，一个带选项，可以，就这么理解，没毛病啊。因为纯算法的话，这个东西是可以预期的，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跑的，都是很明确的，不会有歧义。而且这个东西你跑出来能成就是成，你跑1万次，这个东西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 TensorFlow 它这些东西，比如说像那些玩意儿，它跑起来那就不好意思了，你可能跑1万次，结果它可能其中是有不一样的，有的可能能成，有的不能成，只是说一个大概率成或者一个小概率成。就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差异，这里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这一个，原因在于这个这里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这说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些东西啊，比如说它一般都是有个卷积神经网络，卷积的话呢，其实就和我刚才讲的那个高斯的那个东西是差不多的啊，高斯模糊的时候我们讲的那个玩意儿是差不多的，就是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就是说有一个奇数的，有一个奇数的，比如说357啊，357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中间有一个点，中间有一个点，然后我会把周围的这些东西呢加权到中间这个点上算一个值，啊算一个值，然后呢把整个这个图像呢重新把它每一个点都这样子重新弄一下，啊重新弄一下，重新弄一下以后生成一个新的这个图像。当然一般在实际卷积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缩减。啊，什么叫缩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角啊，这个其实最边上的这个角不会参与。啊，比如说，假如说是5×5的这样一个卷积核的话，那么这边的话呢，就是两个啊，这边两个，然后这边的两个啊，那么就是这一个开始，它就会从这个，也就是周围会抠掉这个。抠掉这样的一些点，就周围的这两条边会抠掉，抠掉以后，然后从这儿开始算，啊，那么算了以后呢，那得到的一个图像呢会小2个像素，啊，如果你是7×7的话呢，就会小3个像素，然后如果是3×3的话呢，就会小1个像素，啊，是这样子的，然后算出来一个小一点的像素，算出来小一点的像素呢，然后再进，这是一个卷积，卷积以后，然后再丢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去进行一个计算，那神经网络它是怎么去弄的呢？比如说这个图片啊，假如说这个图片是10×10的，那一般呢，它会有一个输入，有一个输入，输入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就是100，就是100个格子，这里面有100个格子，然后把这里面每一个点的这个 RGB 呢都丢到这个里面去，可能还不是100，应该是300啊，应该是300，就是你把它的每一个点的 R 值啊，这100个是 R 值，然后这100个呢是 RGB 啊，RGB 值。然后把这些东西都丢进去，丢进去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的话，就是说我这儿定义一些神经元，然后每个这里面的每一个点啊，都会输到这个第一个点里面去，每一个呢，然后也会输到第二个，然后呢，每一个也会输到第三个，每一个都会输到第四个，啊，假如说是四个，啊，这个网络的话呢，就是一个3层网络。啊，每一个就是4×3×4的一个网络啊，这就是当然最后它有一个输出网络，一般是一个节点。
啊，就4×3×4×1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做一个输出啊，特殊的节点，它基本上呢是作为训练的用的。好，然后这个时候你把所有的点，就是每一个节点都会弄，然后下面呢所有的这个节点呢也会往这个上面去填，然后也会往这个上面去填，然后也会往这个上面去填，啊，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网啊。其实这边也是一样的，只是100个我懒得画了啊。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这里的每个点它都会到这个第一个，也会到第二个，也会到第三个。然后也会到第四个。好，那么这每一条线呢，有一个叫做激活函数的东西。激活函数是啥？你不用管，就反正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就行了，就是叫激活函数。激活函数它是有一个参数，有一个参数。假如说我叫它 x 啊，这个，那么每一条线都是有一个激活函数和一个参数的，每一个线都是一个激活函数和一个参数。那么这里面我们基本上对于四乘三乘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里的话，就是这里的话是300是吧？300，那么这边就有1200个参数，对吧？1200个参数，然后这里的话呢就是3412个参数，这边也有12个参数，那么我们就构成了一个1200乘以，就是1200乘以加上12加上12的这样一个东西。四能够跨过直接跟四对接吗？那你就少了一层呢，就少了一层，可以啊，是可以的，可以这样子干。你这个地方还可以变成五啊，这个像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就叫做超参数，就是你有每一层有多少个节点，一共有三有多少层，这种叫超参数啊。这个刚才我讲的每一条线叫做参数啊，叫做参数。然后一般来讲，比如说像谷歌做翻译的时候。它是有1万亿个参数啊，1万亿个参数，1.6万亿吧，好像是我看到的数据是1.6万亿个参数啊，就是每一个这个上面都是有一个参数的啊。注意啊，这个参数的初始化它是随机的，因为论文显示随机的比这个初始化为零值要好，因为初始化为零值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会，启动不能，就是说你不论怎么样往里面搞，因为它所有参数都是零，所以最后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到达这个最终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不能对结果产生影响，因为你是零嘛，你通过这个零就全部嗝屁了，就全部嗝屁了，然后你无论怎么训练，它就基本上都死了，就相当于这个神经是个死神经，没有用，你无论怎么训练它没有记忆。它不能做反馈，知道吧？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搞笑的，所以这里就最好是随机。那这个时候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你这个超参数一致的情况下，你的这个随机，你的这里面子参数是随机的，那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致的呢？啊，不好说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有一点玄学了。有时候我们发现。无论你怎么样随机这里面的东西，它最后都趋向于一个最优解，都趋向于一个最优解。但是有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由于你的训练集不足啊，或者是你的训练集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偏差啊，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人脸识别，然后呢，单位派小刘去收集这个人脸照片，然后收上来以后发现一识别，是吧？黑人他不算人了。哎，为什么？因为你的训练集里面全是黄种人，是吧？你其他肤色的人他就不算人了，他这个机器它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怪机器有种族歧视了，对不对？这是你他妈的数据有问题了啊！就是这样子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玩意儿啊，这里面就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知道吧？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些东西，他去搞的时候，就是和你很多东西有关系，这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是玄学，因为有时候你也想不到这个数据它是有问题的啊，因为我们大家作为一个黄种人，你看到大量黄种人的图片，你不会感觉到不适，对吧？你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啊，你不会觉得有问题，你也不会想到你做的这个程序可能会去识别黑人或者是识别这种白人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甚至可能他会有些人会恶搞，在你这上面上传一个大猩猩的一个图片，对不对？他让你去识别啊，你这个东西就很尴尬，对不对？你这个数据集
是有问题的啊，数据集就是有问题的。但这个东西就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这里面它是带一点玄学在这个里面的，带一点玄学。有的项目它能成功，就是因为数据采集的好，然后参数也设计的合理，啊，参数也设计的合理。有的人他就设计不合理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情况啊，稀奇古怪的情况。好，那么这个呢，就属于最简单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啊，这个属于深度神经网络。那么有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地方呢，再加一个参数，加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神经网络，就是你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它是会影响到你前面的这个输入的，啊，就是你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就形成一个记忆。啊，就形成一个记忆，对，这是机器学习里面的啊，这是纯粹是机器学习里面的，啊，这就是机器学习里面的这个。我现在讲的就是刚才不是有人讲这个，问这个东西吗？就是 TensorFlow 啊，PyTorch、KAIF 这些东西是吧？和这个 OpenCV 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很大的区别。TensorFlow 关注的就是神经网络，啊，关注的是神经网络里面那些参数的计算，OpenCV 呢关心的是图像。图形图像里面的计算啊，这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它这个玩意儿计算，就是说它是完全不是，就是目标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也有一些近似，因为这个输入的时候也会传图片进去啊，这个东西呢也会传图片，但是最后的结果和目的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好，那么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好，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一般因为像我的课的话呢，就是纯讲技术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课程，就是加入一下我们的免费课程。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上线的时候你可以搜到。就是你可以搜到，就是关于我的课程的这个通知，因为我的课程有点随机，啊，我主要是讲 VIP，讲 VIP 的直播和录播啊这一块的东西，然后，我到时候如果是 VIP 的学员的话，你到时候可以拿到全部的这个源码和项目的这个文件，都可以发给你们，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的啊，VIP 同学都可以直接发的。这个代码我也全部展示在这儿了，非 VIP 同学你自己手动敲一下也行，啊，怎么样去配置这个项目我都有，啊，怎么样去配置这个项目也其实也都有，啊，就是你自己稍微自己去弄一下，你自己敲一下就行了。所有的这个东西我都展示在这儿，啊，没关系，我这儿有录播的啊，你如果没看到，然后其他同学你如果想听东西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给我留言，就是说你对哪一块感兴趣。啊，你对哪一块感兴趣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你觉得看书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搞不明白是吧？搞不明白你就找一下我，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在不在我们课程范围内，然后我抽时间找一个公开课给你们讲一下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到后面的话呢，其实像 AI 这一块的话呢，最好是用 Python 做。就比如说像爬虫啊，像 AI 这一块最好都是用 Python 做。我们可能应该到后面还会开这个 Python 课，会把这个 Python 课也加到这个全栈里面去啊。然后项目课里面到时候还会去追加这个 AI 的这个东西，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包括一个那个验证码的一个识别啊，一个验证码的识别，正儿八经的一个验证码识别的一个项目，那里面就会用到 OpenCV 和这个深度神经网络，要两者结合啊，两者是把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然后去识别验证码。那个东西，那个项目，我当时写了差不多。20天吧，3个礼拜，啊，差不多3个礼拜，搞了3个礼拜才搞出来，
最后可以达到90%多的正确率。它的这个验证码长度是六个啊，六个长度验证码，这个基本上已经是很长了，算是这个验证码里面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单个字母的识别率的话是3个9啊，3个9是单个那个东西，因为像这种。机器学习大一看了一页直接放弃，因为机器学习的话，这一块东西它对数学要求很高。当然了，你有的人说我就只是用，也可以，其实内容也可以，就是我就是实用，就是我就你就找一些这种，找一些这种代码吧，这种代码其实网上有很多啊，你找一些这些东西你就先用。啊，你不要理解它的这个基本原理，你去用也是可以的，可以做出一些东西来。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在那个超参数上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超参数啊，超参数。就是如果你不懂的话呢，你那个超参数你是没法调的，啊。那个东西你不懂的话呢，你超参数是没法调，真的是没法调，那个东西。你又不懂，对不对？你哪里该加哪里该减，你其实是不清楚的，其实是不清楚的，心里是没谱的，啊。然后一旦这个东西调错了的话呢，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会脱掉，啊，脱靶。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最好的情况下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这个最优解啊，最优解在这里，啊，这个东西它是你过去的时候是有坡度的啊，这个东西它是有坡度的。如果你超参数没设好，它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值它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然后你如果超参数没设好，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最低值，啊，有一个最低值，它出不去，它就认为这个地方是最优解了，然后就在这儿。然后过2天你把参数清掉，然后又重新分布，啊，因为我说了参数是随机分布的，所以它可能又出现在这儿啊，然后你发现。你的这个参数解又和上一次不一样，然后但是准确率提高了，然后过2天可能你又搞到这个上面去了，是吧？啊，又随机一下，又清一下，它就跑到这儿，然后也许某一天啊，你随机到这儿来了啊，随机到这儿来了，你会发现精度又提高了，然后你就会感觉，诶，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挺玄学的，是吧？洗一把脸啊，洗一把脸，它是在这儿，是吧？你洗一下脚，它在这儿，啊，洗个澡，它就跑到这儿，是吧？你啥也不洗，它跑到这儿。啊，你就会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心理学上面产生一个认知偏差，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和洗澡有关联的。然后每次这个啊跑这个训练之前重置参数的时候就洗个澡，啊，这就叫迷信是吧？叫迷信，啊，这就是不理解，你就搞这个东西就比较坑了啊，就比较坑了。好，行，那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啊，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现在下课，谢谢大家。